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看课本十七页，讲到这个龙树菩萨说到为什么要说般若经，那的一个理由。那这里讲到第十二个要分别生生法生供养的果报那么这里都是说般若经的重要那佛已经讲了很多经了，为什么还要讲这个般若经那所以在讲这个般若经的重要。好，那这里说到如他说要分别生生跟法生供养果报，那么这个生生跟法生的供养，那佛灭后，佛灭后，这个灭度后，佛的舍利，那么开始，有很多人供养，那么着重在供养舍利的功德、绕塔的功德开始有这一些。那般若经里面我们知道佛灭后大概生生跟法生那么大概就是八王八个国王就分，特别是在就是在家人分这个佛的舍利。那么出家人出家人是以大家舍为主，结集佛的法身基本上就是经典了就经典可以解脱可以成佛的经典，那就有一点不一样。那佛灭后有许多部派出家人也开始着重在供养佛的舍利我们看现在南传的泰国啦、缅甸啦，那么只要是有寺院，他一定会盖舍利塔而且他们很重绕佛那就是佛灭后这个供养佛的舍利的风气非常的兴盛。那这里大圣这个般若经大概在佛灭后五百年那开始流行，就是在西元一世纪左右了这里讲到要把佛法的重心放在学习怎么成佛这件事上而不是只是要得到这个人天福报的这些功德他说如舍利塔品中说因为他没有把他的重点写出来就是说只是说要分别生生法生，那分别生生法生当然是法生比较殊胜而且是最主要的他说如舍利塔品中说。好，那我们来看他舍利塔品到底讲了些什么。好，最主要的在这里这个是摩诃般若经卷十那么它叫做法称品它叫做法称品，那也有叫做舍利塔品的那鸠摩罗什翻译成舍利塔品就是法称品。恒河沙世界的佛舍利，那么做一分，那般若波罗蜜经的经卷做一分，那么让你取就是让你选择，那么你要选择什么选择我取般若波罗蜜。假设所有这个地球的所有的舍利，所有的舍利，那全部分作一分我们看舍利很多阿育王室有佛的舍利，那么这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都有那个佛的舍利，把这些舍利全部集中起来不管是什么样的舍利，全部集中起来，跟一本般若波罗蜜经，那两个你要选哪个很多人可能会选佛舍利，为什么？很难得嘛，般若波罗蜜经到处有般若波罗蜜经到处有，很多人可能会选佛舍利。当然是他这里要跟你讲的，就是
你要选《般若蜜经》啊？为什么啊？因为你选的，你选的佛舍利，你顶多就是礼拜供养，恭敬礼拜供养。但是你选了《般若波罗蜜经》，你会知道佛是怎样成佛的啊。那么你选舍利，你就是尊敬礼拜供养啊，你还不一定可以得解脱啊。他这里有讲啊，最后也有可能得解脱，但不一定啊。但《般若经》你修行的话，你可以成佛啊。他讲这个，所以他告诉你，就是因为这样要讲《般若波罗蜜》。那么以《般若波罗蜜》生诸佛舍利，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舍利啊，那么都是依般若波罗蜜而有的，佛的舍利也依般若波罗蜜而有啊。你看佛的舍利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拿回去供养啊？你父母亲的、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小孩的这些假设啊，如果有啊，他的骨灰骨头你为什么不回去供养啊？会不回去礼拜啊？为什么啊？因为他有功德跟没功德啊，因为是般若波罗蜜修熏故，舍利得供养。佛的舍利之所以有人要拿回去供养，认为可以生福报啊，是因为他成佛。他如果不成佛啊，他的骨头有人舍利，其实就是骨头。舍利跟舍利子不一样哦，啊，那舍利佛也叫舍利子，但是这个舍利子就是那个坚固子啊，一颗一颗圆圆的。那现在可多了啊！以前这个遗骨就叫做舍利，遗骨就是舍利，遗骨它就叫做舍利啊，印度话就叫舍利啊。那么剩下来的遗骨啊，不管是哪一部分，那后来现在就可多了啊，因为比较烧出来啊，有些金色啊，圆圆的，很坚固的啊，也叫做舍利子。那后来又有所谓的舍利花。啊，反正就有一大堆啦，哈，就有非常多啊。那么其实它就是遗骨。那么一个人烧剩下来的遗骨，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拿去供养？那是因为他成佛啊。那他怎么样成佛？因为般若波罗蜜成佛啊。假设他不闻熏习啊，就是闻思修般若波罗蜜，那么他是不能成佛的。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包括舍利佛，包括目犍连的舍利，啊，那之所以大家愿意供养，认为供养可以生福报，那是因为他有无漏慧。那这个无漏慧就是什么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么中道实相的智慧，所以舍利得供养，他的遗骨才有人要供养。那么一般的人以供养舍利的功德啊，其实供养舍利。供养舍利是在家人，多数佛陀时代都是在家人在供养舍利的，出家人没有在供养舍利。出家人就是什么受持经典啊，就是受持佛的法身舍利啊，一般叫做供养法身舍利。那什么叫供养法身？如说修行就是法供养啊，基本上就是法供养啊，就是如说修行，就是依着经卷啊，依着这里的说法，就是依着般若波罗蜜如所修行，这个就是供养法身舍利啊。那么以供养舍利的功德，受人天福乐啊，这是第一个啊。那你说你供养舍利就会受人天福乐吗？不是，不一定啊。如果一个小偷，那么供养舍利，希望舍利帮助他啊，那么可以发财，找到一户比较有钱人家可以偷，不会被抓啊。不是说供养舍利就一定有福报，不是的哦，啊，但是基本上有没有福报，看你的心啊，依你的心。那么一般来讲，你会供养释迦牟尼佛的舍利，那第一个，你相信释迦牟尼佛有威德力、有功德，你相信他吗？那你为什么不供养回教的，不供养基督教的啊？那么不供养道教的啊？你为什么要供养佛教的、释迦牟尼佛的？那因为你相信。释迦牟尼佛是有功德的，是圣者。那么你相信他，你尊敬他，你礼拜供养，你尊敬他。那你尊敬他，你要知道佛法从恭敬中求，所以通常你尊敬这个人，你会相信这个人说的话。
所以佛法很多啊，比如说我们供香、供水、供花啊、供水果、供这个，包括这个布幔啊、这个塔，这些种供养灯花香土果，这些供养只是为了让你生恭敬心，对佛陀、对佛法生恭敬心。那么对佛陀生恭敬心，就对于佛法生欢喜心，其实是这样的。那么所以佛法从恭敬中求，主要就是你第一个要先恭敬啊，那么生欢喜，这样你才会努力去学习佛法。如果你都不恭敬这个人，你怎么会这个人说什么话，其实你不太在意，也不喜欢听。那这个人你非常恭敬啊，所以这个人说的话你就会很专心听。那么你尊重他，你敬重他，他讲的话你就会放在心上，你就会怎么样，如说而做，如说而行，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佛法中的很多供养啊，供花啦、供香啦、供水啦，基本上都是为了让你恭敬佛法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那后来就慢慢发展成，哦，这个什么水果不能供了啊，那供要供几样了啊，然后就变成这样了。其实不是，他只是要培养你的恭敬心啊。那后来啊，我们看亦是福德因缘啊，这受人天福了。那因为你恭敬佛法，你恭敬佛法，相信佛法，你最低程度一定会做到五戒啊，五戒十善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你以你的这个业啊，那么就可以受人天福了啊。那佛法的戒气就戒三恶道，真正的戒就戒三恶道，让你不堕三恶道，杀盗淫妄嘛，堕三恶道啊。那么亦以是福德因缘，好，那进一步你欢喜啦，你恭敬，你欢喜，你敬重之后，那么你更增上修学，那么可以得什么啊？当得净苦。最后为什么你供养舍利后来可以净苦？不是舍利的因缘，舍利没有办法让你解脱，舍利只是让你对于佛陀敬重，对于佛法相信啊。你敬重这个佛陀，是佛陀是依佛法而成佛的，那么你敬重佛陀，相信佛法，那你相信佛法之后，那么你可能进一步会去探求佛法是什么啊？那佛是怎么得解脱的？那么因为这样啊，这个是以佛法的因缘，这个是以恭敬的因缘。恭敬的因缘是修受人天福乐而已，但是因为你恭敬之后，那么修学佛法啊，恭敬于佛之后修学佛法，那么这个就会让你可以净苦啊。若受是般若波罗蜜，净苦只是得阿罗汉，得解脱而已，得解脱而已。但是啊，这是最多最多让你得人天福报，跟什么声闻辟支佛的福报啊的果报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受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大乘的嘛，菩萨道的嘛，读诵啊，读诵，读就是有经这样读了啊，或者讲出来诵，有些就是说你没有看的经这样诵啊，或是说你把它念出声来啊，解说啊，就解说你这个经文的意思，正意念啊，就正念啊，念你所学的法，世人能具足六波罗蜜啊，就菩萨道了。菩萨道主要就是六度四摄啊，那包括般若在里面啊。那么就是你不但可以得般若波罗蜜啊，那般若波罗蜜含摄持戒、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乃至啊，就是得般若波罗蜜而能够得啊，四无所畏啊，十八不共法啊，就是佛所具足的功德，乃至得十八不共法啊。过啊，超越声闻辟支佛地啊，声闻跟辟支佛啊的境界啊，过超越声闻辟支佛，就是超越二乘啊。那么辟支佛地住菩萨位，住菩萨位基本上啊，就是基本上得菩萨无生法忍啊，就这里讲的不退大乘啊。等一下会说，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它有两种。啊，就是你有般若波罗蜜，那么你可以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佛。另外一个就是随其所应成就众生，
从跟佛的学来讲，就依般若波罗蜜，依般若波罗蜜，从一佛果至一佛果，为什么是叫有佛果啊？基本上就是有两个了如果菩萨得般若波罗蜜那么也可以到没有佛的国土去另一种神，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菩萨基本上有两个，一个就是先依诸佛，先亲近诸佛这是比较重智慧的，到有佛的地方亲近诸佛；那么比较重慈悲的、大悲心的，到没有佛的地方去教化众生也有那么这里从一佛果至一佛果，随其所应成就众生就成所众生就是有缘的因可得度的那一般来讲就是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有善根的，让他成熟善根；善根已经成熟的，让他得度基本上是这样。那么他说好，那么色身就是这个舍利跟这个般若波罗蜜色身跟法身就这里讲的说要分别身身跟法身的供养那他后来讲，我不为轻慢不恭敬故我并不是看不起这个生生佛的舍利，不是哦不是这样那基本上就是恭敬。我不是因为轻慢看不起这个佛的舍利，那不恭敬佛的舍利，而我不取舍利，而是这个舍利的根本就是般若波罗蜜。没有般若波罗蜜，这个舍利就没有人要供养。我们也有舍利人死了的骨头都叫做舍利人死了烧下来的骨头都叫做舍利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舍利，一只狗一只猫都有舍利那为什么没有人要因为没有般若波罗蜜所以以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则为供养舍利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一切令人尊敬供养舍利的根本。所以你要从般若波罗蜜假设你成为圣者比如说或是你有修行比如说你像广清老和尚舍利虚云老和尚的舍利就很多人供养那即使跟你有恩的父母亲的骨头舍利，你会不会供养你就放在骨灰塔里面去你不会放在佛堂上天天拜不会为什么因为虽然他与你有恩，虽然你感恩他，但是有功德的事比如说虚云老和尚弘一大师的那么这些广清老和尚的那佛陀的舍利就更不用讲了舍利佛、目犍连的舍利这些都很多人供养。好，甚至是国王的舍利你都不要，为什么？国王只是大而已只是那个 威德力大，但是他也一般人也不会去把佛陀的那国王的舍利拿回来供养不会所以他这里基本上就在讲就是说分别身身跟法身供养其实就在讲为什么要讲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重要。那么你要以般若波罗蜜为主，要读诵思维，书写读诵思维正意念，为他人演说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再接下来看，这个是我们说的那么讲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因缘第十三个说复次欲说阿鼻拔智，阿鼻拔智相故说。好，那么这个跟讲般若波罗蜜有什么关系呢基本上阿鼻拔智叫做不退转不退转通常佛法中说不退转有三个不退转就是位不退、念不退、位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我们可以看位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那通常来讲位不退是不退凡夫位就有点像出果声闻的话出果就不退了就绝对会证就是已经是圣者，但是也有说忍就不退软顶忍是第一的忍就不退了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证出果证出果就绝对是圣者，
不会再成为凡夫啊。那么忍的话，忍的话还是凡夫，它是贤位嘛啊，软顶忍是一件，这个是啊，说一切有不利的阶位了啊。那么，但就是他一定会成为圣者，但是他现在是凡夫啊，就是忍，软顶忍是一的忍。好，那这个菩萨的话啊，基本上就是不退，不退大乘啊。那其实就是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啊。那另外所谓的念不退啊，就是他念念去入萨婆罗海啊。基本上这里一般的说法就是啊，念就是不退啊，中道正念啊，实相啊。那如果一般啊，一天台的说法就把这三个啊，分别断三种烦恼啊。那位不退是断见思惑啊，那行不退是断尘沙惑，尘沙位是菩萨的啊，菩萨的这个烦恼啊。那念不退断无明惑啊，这个是天台的说法了。好，那我们就稍微先知道一下阿毗跋致，那阿毗跋致后面会讲很多啊，我们到时候再来讲。另外啊，这个是第十三个理由，要说菩萨阿毗跋致相啊。那就是般若波罗蜜主要是成佛的法门啊。那要告诉第一个啊，成佛的根本在般若经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智慧实相的智慧，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啊，就是成佛的智慧啊，是证得实相的智慧。那怎么样的智慧啊，那么是决定可以成佛啊，就是怎么样菩萨修道怎样可以决定啊成佛啊，基本上就是要修到阿毗跋致。那这个般若经里面也很有名的所谓的二道无菩提啊，主要有两种，就是主要分两个，一个叫般若道，一个叫方便道。那般若道就是证无生法忍得阿毗跋致啊，主要在这里。那要告诉你你要修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为什么要讲般若经，要让很多菩萨知道啊，你必须要修到怎么样的程度，你才是真正的菩萨，叫做真实菩萨啊。你的菩提心叫做圣意菩提心，而不是世俗菩提心啊。一般菩萨，什么叫菩萨？发了菩提心就叫做菩萨。但是一般人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发菩提心，那个只是世俗菩提心。为什么？会退转啊。那么很多人受了菩萨戒觉得很辛苦啊，他说我不要再受菩萨戒，我要舍菩萨戒啊，会退的啊。那甚至不要说舍菩萨戒啦，就是他不要再学佛啦啊，他要信基督教啦，要信回教啦啊，要信道教啦啊，也有的啊。那么这个叫做世俗菩提心啊，他有杂染，他会退转的，会退会转啊。那退就是什么啊，不修啦啊，转就什么啊，转修其他的了啊，或是转到哪里啊，我解脱就好了啊，行菩萨道太辛苦了啊。那么他并没有啊，他并没有退到外道里面去，但是啊，他转成修解脱道了啊。那就是说，那你要修到怎么样才可以不退啊？那就讲这个啊，那这个就其实就是佛为什么要讲般若蜜经。这是第十三个告诉你啊。那么你必须啊行菩萨道，又需要到阿毗跋致。那什么是阿毗跋致啊？他就讲这个告诉你，你必须要修到这种情况。那我们如果看注解的话啊，这个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卷四这边啊，他有啊，这个是龙树啊，从这个般若蜜经里面讲到啊，其实他就是把般若蜜经的重点 啊那么分成啊那几个，那么说出来说佛为什么要讲般若蜜经呢？好，那么第十四个啊，第十四个说欲说魔幻魔为魔事啊，他说又为魔幻魔事故说啊。我们看第十二个是啊，讲般若蜜经的重要啊，甚至啊，比这个佛的舍利还重要啊，这个法身舍利重要。第十三个就告诉你啊，那这个怎么样啊成佛啊，那怎么样可以不退菩提心啊。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菩萨？真实菩萨圣意菩提心啊，告诉你这个。那第十四个是告诉你，你修菩萨道的过程里面有很多障碍啊。那他这里讲啊，我们看这个《摩诃品》里面，这个是在《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三啊。那么《大智度论》是卷六十八啊。那么这里讲到很多啊。那么以前我记得我读《大般若经》的时候啊，对这一品啊也很留意啊，就到底什么是魔啊？那这个《大智度论》也有解释啊。那么他说，善男子、善女人求于佛道啊。那有时候叫佛道，有时候叫菩萨道。从因来讲叫做菩萨道，从果来讲叫做佛道啊。因上讲叫做菩萨道了啊，所以菩萨道就是佛道。从果上说啊，叫做佛道啊。所以说求于佛道啊，或行菩萨道，身诸流难啊，就是多诸障碍啊啊，就很多障碍。那这里讲到非常多的障碍啊，第一个。你不喜欢读般若经啊，然后是你读了般若经，那你读不懂般若经啊，或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说你不热说般若经啊，你不好要般若经，那么你不热说，或是你不会说般若经，反正这些都是你不能得般若的障碍嘛，你心里不欢喜，或你看了看不懂啊，那么听了听不懂，听懂了不喜欢跟别人讲，那般若不能流传出去啊。那或是说你听懂了，那你没有去修，那你修了没有坚持啊，没有不能得证，这般若，那这些都是障碍啊，就是让你不能成佛的障碍。那我们讲藏道啊，有两种，第一个是藏解脱道，第二个是藏菩萨道啊。藏解脱道就是让你不得解脱的啊，藏菩萨道就是让你不能成佛的啊，基本上是这样。那大圣经典啊，《般若经》当然啊，那么主要是所谓的模式啊，主要是让你不能成佛的。那么成佛的根本在般若波罗蜜，那你不懂般若波罗蜜，不学般若波罗蜜，不讲般若波罗蜜，不爱要般若波罗蜜，甚至说你喜欢说般若波罗蜜，但是你烦恼啊，就是你是为了名闻利养来说般若波罗蜜，这个都是什么？都是障道，都是模式啊。那甚至讲啊，这个上面的人在讲般若波罗蜜，下面的人不喜欢听啊。那下面的人喜欢听般若波罗蜜，上面的人不会说，或是说不对啊。那这一些都是什么啊？都是让你不能得般若波罗蜜的所谓的模式。那这个魔啊，这个大智度论也稍微有解释过啊。这个魔，一般我们说魔啊，主要是四种魔嘛。这个在六十八里面有解释了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就好啊。如果照次序来讲，它是这样啊：五蕴魔、五蕴啊、死魔、烦恼魔、天子魔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五蕴魔，既然在这个是果报身，这个是五蕴，这个就是我们的果报身、业报身啊，我们叫业报身。那业报身为什么是魔呢？啊，因为你会从中生出很多烦恼啊，这个是业报所成身嘛，业报所成的。那为什么会业报呢？烦恼啊，烦恼所造的啊。啊，那业报所成身，它会有很多苦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那么。太冷太热啊，那四大不调，那么你就怎么样？你就不能修了啊！你修道就会有障碍了。魔基本上是障道的意思，魔基本上是障道的意思啊。那障解脱道、障菩萨道都是啊。那魔不一定是不好的哦啊，好的也是魔，只要会障道啊，那么。比如说像热不思蜀，让你忘记啊蜀国，回去蜀国了。刘备的儿子啊，那么给他住好的、穿好的，做安乐王啊，他热不思蜀啊，再不会想到要复国啦，怎么样了啊？类似像这样的，再也让你啊，让你非常过舒日子，过得非常舒服啊，那名声很大，名闻利养很多，那你也不会想要解脱了啊。我现在比解脱
还快乐，我干嘛要解脱啊？让你忘记解脱，忘记解脱了啊。那这个，所以它主要是障道，叫做魔。那障道的世间障道的因缘有四个啊。第一个是，就是我们这个业报身啊。那你看，你要生病了，或痛得很厉害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休息啊，不容易啊啊。但是你功夫好的话，还是可以，但是太剧烈也没办法。那个阿罗汉痛哈，阿罗汉生病痛起来也是没办法哦。好，他要我要入涅槃了啊！这个太，因为苦有两种，生苦跟辛苦啊。那么辛苦是可以没有，但生苦还是会有。那生苦还是苦哦，依然是苦哦啊！你看那个《阿含经》里面有一品就是比丘自杀的啊，为什么要自杀？太痛了啊，太痛了。那有一些是。有一些是还没证阿罗汉要自杀啊，那有一些是自杀的当下证阿罗汉，有一些是已经证阿罗汉，他要怎么样？因为太痛了，他要怎么样？他要舍报了。他那个不叫做自杀啊，但是他就是先涅槃，先灭度啊，先灭度。像目犍连就是这样，目犍连被外道打到啊，这个太痛了啊，他用神通会回来跟佛陀讲。啊，这个、要入涅槃了、啊，有的太痛，他就啊，我要入涅槃了。所以这个果报身啊，果报身它本身会障道啊。那么第二个，这个是死啊，这个死。那么死是什么？无常。这个果报身最后它一定会死。你一旦死了，如果要死了，你就没办法修了啊，重新再来啊，你没办法继续。你这一生没有解脱，那死了啊。那么你就怎么样啊？你就没有办法前功尽弃了。当然下一生你有的功德还会再继续，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再继续修了啊。那么死也会障道，死就会障道啊啊。那病苦也会障道。那么五蕴身是常常有病苦的啊，主要是病苦了。当然除了病之外还有其他的，愿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些都是从这个五蕴身来的啊，四大不调，这主要是病苦啊。那么死也会障道。另外啊，最主要就是烦恼，烦恼障道。那么基本上这个是根本，这个是根本，因为烦恼造业，因为烦恼造业，所以有这个业报身。这个业报身，看你天人一千年啊，或是人间一百年啊，那么一百岁、一千岁啊，或是你一只狗十年啊，一条虫一个礼拜啊，就不一定。那么一定会怎么样？有生必有死。啊，这个是生有的嘛，啊，的业报身嘛，它是有生必有死。那么你的病会让你障道，你的死结束了让你障道。那么这些都从哪里来？从烦恼来，因为烦恼造业，因为造业受果报，因为果报最后就是会死，无常。它基本上在无常的法则下，它一定会死，所以这些都会障道。那这个是根本。那这个天子魔是外魔。这个都是内魔啊，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么天子魔也是，所谓的天子魔是引发你内在的烦恼，引发你内在的烦恼。那不外乎是什么？不外乎是威胁跟利诱，那特别是利诱。那利诱是让你起贪，威胁是让你起嗔跟起恐惧。你看佛陀要成佛之前降魔啊，也是这样啊。这好像之前最早有讲过，利诱是让你起贪，起贪爱啊，这个是让你起嗔恨跟起恐惧啊。那么多数啊，比如说让你啊，当你要修行的时候，他开始让你什么都很顺啊，那你越来越顺了，你就忘记要修行了，或是让你很不顺，什么事都有人破坏啊，你挫折感太重了，你也不想修行了。啊，算了啊，也会这样哦，啊，那这个在模式品里面啊，就讲了很多哈、啊，你很多的因缘，只要有这个因缘啊，比如说你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啊，那么有人回谤你，那你就觉得哎呀，我讲这个般若经还被人回谤啊，你就不要讲了啊。那《金刚经》不是有讲吗？啊，那你受持般若经若为人轻贱。啊啊、你不要生退，你不要退转，啊，那是因为你过去生啊造业，那这一生因为这样啊，那你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
世人现世所作业报啊，应堕恶道啊。今以世人亲见故，现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跟你讲，假设了啊，就是说你因为学般若波罗蜜或说般若波罗蜜，为人亲见啊，那你说啊，那我就不要学了啊。啊，或是说你轻慢自己本身，轻慢这个般若波罗蜜经，或是对于讲般若波罗蜜经的人，你傲慢啊，你轻贱啊，反正就很多了，这个都会让你没有办法得般若波罗蜜啊。其实是这样，那这个就叫做什么？就叫做魔障道啊。那这里的魔主要是障菩萨道啊，就障佛道了啊，就是求于佛道生诸流难啊。那主要是这样。那一般我们讲的天子魔，一般我们讲的天子魔。主要是六欲天的他化自在天，啊，那另外有些讲色界顶啊，欲界顶，欲界是六欲天嘛，欲界有六天啊，这我们稍微讲一下就好。魔里面的天子魔是唯一的外魔，但外魔不是他用他的力量让你不能修行，不是这样哦，啊，他是他引发你内在的烦恼，那你一有烦恼你就不能修行，啊，你看《般若经》里面常常说。啊，你就解脱就好了 啊！世间难度啊，就让你退于解脱道，你不要行菩萨道。你要解脱，你自己解脱就好，你不要把很多人都带走啊。其实是这样的。那这个天子魔啊，一般来讲啊，这天子魔叫做天魔了，一般我们叫天魔啊，习惯讲天魔啊。那有时候会把外道放在一起讲，叫做天魔外道啊。通常是六欲天啊，就是欲界第六天。欲界第六天叫做他化自在天，通常是这个啦，通常是指这个，因为阿含经里面常见的三种天，常见的三种天，刀立天、梵天跟摩天，啊，这三种，啊，常常出现刀立天、摩天跟梵天，啊，那么基本上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主要是，它其实是天人可以做到欲界。欲界最高的天的天王，你看他福报修多大，啊，他不会害人，不会害人，他怎么可能升到天上去？啊，刀比刀立天高好几层呢，啊，在梵天底下，在梵天底下，在刀立天上面，啊，就欲界第六天嘛，啊，而且做到天王，那个不是一般小小的善事呢，那个是很大的善事。那么，他叫做他化自在天，其实就是。讲清楚了，就是别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啊。别人的快乐，以前我们说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不是哦。别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啊，你们这一家人，一家人，比如说有六个或十个好了，啊，那爸爸的幸福就是这一家人都幸福，他就最幸福。虽然他很辛苦啊，做工啊什么很辛苦，但是他回来看到这一家人都因为他而幸福，这个就是他最大的幸福。有一点类似这样，好，那你把这一家人，这个爸爸一直升到六欲天，这个六欲天底下都是他的家人，那么他希望看到这些人快乐，他希望看到这些人快乐哦，啊，但是有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这里不快乐，他要出去，他就不快乐了哦，他就觉得我就给你吃这么好，穿这么好，用这么好，那你还嫌不好，你还要离家出走，叫出三界嘛，他要出三界，他不快乐啦。他不高兴啊，他想办法怎么？想办法让你断了这个心。你像释迦牟尼佛要解脱，也释迦牟尼要出家也是这样啊。就净饭王哦，想办法给他吃好的、用好的，他最后当然要出家啊。他以后又有王位继承那么好，但是他还是要出家啊，他就不高兴了。但是他给他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他看到他享受在五欲里面，他就觉得很满足啊。我的子女都因为我快乐，但是。快乐，这个快乐是短暂的啊，寿命尽的时候快乐就没有了，啊，老的时候病的时候快乐就没有了。这个在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出家之前，他想得很清楚了。那魔类是像这样，你把它扩大了，啊，把这个一家变成一个天下啊，这个整个四天下。那么他是以别人的快乐，就是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他的子民嘛。那么但是这一些人他不会去伤害他，但是假设你要出欲界，这个是出欲界而已，或是你要出三界，当然就出欲界了嘛。那么他心里面就不是滋味了，啊，所以他就会障碍你。你看净饭王都要障碍什么？都要障碍释迦牟尼佛出家，
他只是出家而已，他还不是出，还没出，但是 他最后会出三界、啊、那么主要是六欲天，他叫做他化自在天。那他化自在天不是大自在天哦，啊，这个我们不要混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啊，色界顶，这个是欲界顶，欲界的最高天，欲界只有六天嘛，就欲界顶，欲界顶，欲界只有六天，它是第六天，啊，那么欲界第六天，那么色界顶。色界顶是第十八天，色界第十八天叫做摩西所罗天，它叫做色究竟天、啊、色究竟，色界的色究竟天，这个是他化自在天，这个是色界第十八天，色界总共有十八天嘛，啊，那初禅、二禅、三禅各三天，就九天嘛，四禅有九天嘛，那最后五天是最后五天，其实是这个五阿那含天啊。那么这个叫做啊，那一般这个受见今天一般说也是魔王啊，那有的说是这个受见今天就是所谓的湿婆神啊，叫大自在天，还有叫大自在天，这个是他化自在，大自在天不是哦，主要魔王是指这一天的、啊、但也有说是这个的，那说这个是这个所化现的，就是说六欲天是这个摩西所罗天所化现的，啊，反正就也就是说来说去也很复杂了啊。但是我们说主要是天子魔是主要是这个，那天魔重点是引发你内在的烦恼，引发你内在的烦恼，所以魔的根本其实是烦恼，啊，所以你只要断尽烦恼，就没有魔可以动得了你，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你调伏烦恼，那么比较你调伏了，那么。比较大的魔才可以动得了你，其实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因为讲到你要行般若波罗蜜，行菩萨道，那么有很多障碍，叫做生诸流难，非常多的障碍。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告诉你，你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如果你有什么，你在学般若波罗蜜，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你有什么现象，那你要注意啊。这个其实就是障道。其实你不要说啊，都是魔啊，不是，这个就是障道，魔就是障道，啊，让你裹足不前，让你中半途而废，让你功亏一篑，啊，没有办法啊，行菩萨道，主要是要讲这个，啊，好，那这个是第十二、十三、十四，啊，看到第十五，啊。第十五稍微复杂一点点啊，那导师的印顺导师的标记是共法因缘受三圣记，他说复次为当来世人啊，我念这个供养般若波罗蜜因缘故啊，前面不是说要供养这个佛的色身跟供养般若波罗蜜吗？啊，那真正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好。叫做法供养，供养般若波罗蜜因缘故，又受三圣记别故啊，这个叫受记。三圣当然就是声闻、缘觉跟佛了啊，或是做菩萨啊。那一般佛法是五乘啊，那这个三乘再加上人天乘，人跟天啊，那就是佛法是站在离三恶道的基础上说的啊，那人天。啊，人跟天都可以修学，人跟天都可以修学。那么是这个都是凡夫位，那么要超凡入圣，从凡到圣，基本上啊就是声闻缘觉辟支佛、啊。那主要是这三个。那他这里说啊，受三圣记别，说是般若波罗蜜啊，就是分别这个三圣啊，分别这个三圣。那他说如佛告阿难啊，这个是在般若经里面的，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注解啊，有一点点复杂啊。他说我涅槃后，此般若波罗蜜当至南方，从南方至西方，后五百岁中当至北方。好，般若经常常有我灭后五百岁，我灭后五百岁，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般若是流行在佛灭后五百岁。那么如果他讲
从哪里到哪里啊？那么基本上是表示它流行的路线啊，就是这个般若经从哪里传到哪里啊？其实是这样的，有一点像佛法南传、北传、藏传啊，从印度啊往南、往北啊，或是流到西藏啊。那么他这里说，世中多有信法啊，相信佛法的善男子、善女人，种种啊，这里说到供养的不一样啊，大圣的供养跟这个阿含经里面的供养不太一样啊。大圣的供养因为有佛像了啊，有舍利了啊，那而且很多都是在家人啊，菩萨很多是在家的，所以供养就不太一样啊。花香、花跟香啊，这是两个啊，他把它点一点，其实花是一个，香是一个啊。璎珞啊，这个就是七宝啊，璎珞是代表七宝而已啊，就是珍珠、玛瑙啊，那么金银、琉璃啊，这一些啊。那船帆啊，船帆是船跟帆不一样啊，船啊，正法船是竖着的，帆是上类似像旗子啊，这样飘的啊。我们一般的大殿，我们台湾的比较少啊，中国大陆的就很多啊，上面就竖着那个帆啊。那么这个帆后来就是人要死的时候啊，也会拿的啊。那么那个叫帆了 啊。那床是竖立的啊，正法床啊。这里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那个布床啊，帆了 啊。妓院啊，那妓院就是唱歌跳舞了啊。灯明啊，点灯啊，珍宝以财物供养啊，这些是种种。所以就是世间的比较殊胜的东西。若自书啊，这里讲到这个种种啊法，这个不同的供养啊，这是般若经的啊，就供养般若经的跟供养，它基本上说一个是财物啊，财物就上面讲的，另外自书自己写啊，因为佛灭后开始大圣的时候开始流行抄写经典。啊，之前是没有的，之前都是什么？之前都是背诵的，啊，那所以啊，佛在大圣的时候开始流行抄写经典，那么有助于佛法弘扬啊。那现在我们都是印经的了啊，那么现在也比较少印经了，现在都是放在网络上的了啊。那么若教人书啊，那么若读啊，就是自书是一个，教人书是一个啊。那自书教人书有时候是用一个，读是一个。诵是一个啊，那么听说啊，听啊，那么而说，听完之后去说了啊，就是你听了这个经典之后，那么你为人说啊，这是一个啊，那么正意念修行啊，那么修行以法供养啊，那么修行就是如说修行就是法供养，如说修行就是法供养。世人以是因缘故受种种世间的末后得三圣入无余涅槃啊，就是假设你对般若经不管做财供养还是法供养，你以供养般若蜜的因缘啊，那么可以末后得三圣，你可能啊，前面已经讲过你供养佛陀的舍利，你可能得福报，那么你有可能你得人天，然后你有可能得什么？得无余涅槃啊，那么得阿罗汉。那么如果你供养般若蜜的因缘呢？啊，那么你可以得三乘啊，因为凡夫、人天、凡夫跟圣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有没有无漏慧啊，有没有般若蜜啊。其实，所以他这里讲，你看前面说你供养佛陀色身的因缘啊，你可以成为人天的福报，然后你可以。也可能因为这个因缘，那么证阿罗汉啊，得声闻。但是你供养般若蜜因缘啊，那么除了受种种世间的，就是前面讲的受人天福报之外，你可以什么声闻辟支佛跟佛啊，可以得三圣入无余涅槃。这个就是差别啊，就是差别。好，我们先下课。